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当然要对你好了。你越是对我好，我心里就越是揪着，越是害怕。那恐怕你得再怕一阵子了。 一直对你好下去的。这段时间，我经常一个人来到这里，看着这片茫茫的大海，还有这片孤零零的礁石，他们无依无靠，特别像我的境遇。我坐在这里，时常就在想。 也许很多东西，何尝不是上天直接安排好的？我是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，拥有了财富还有地位，所以上天自然就不会给我幸福。我注定会失去我的母亲，注定没有人会爱我，我也学不会去爱别人。现在这些。 一切都变得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，雷宇中，你别这么想。我何尝不想？我要是能一了百了了，我是不是就轻松多了？可我很快就想明白了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最痛苦的不是孤老终死。 而是不管你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都改变不了现实。我妈已经离开我了，从小到大，我立志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就为证明给她看。20多年前，她抛弃我，是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。可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妈早就死了。 我刚才是不是烧的说胡话了？就是胡话我也当真了，怎么脸这么红啊？不是应该已经退烧了吗？
不少了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当然要对你好了。你越是对我好，我心里就越是揪着，越是害怕。那恐怕你得再怕一阵子了。一直对你好下去的。爸，今天是周末，林向远说要过来看您。啊。爸。爸，茶凉了，我给你加点热的。我这茶早凉了。说吧。林总今天来找我，有何贵干？爸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是个混蛋，是我不懂事。您对我这么好，我还辜负了你。我有什么话，好好说。我知道我是一个穷小子，能到今天要不是您栽培我，我屁都不是。我太自大，太狂妄了，还惹您生气。我不应该开除您的老部下，不给您面子。爸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樊律，我没有做好一个称职的丈夫，没有做好您的女婿。行了，我林向远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保证，在雨天，踏踏实实工作，在家里，照顾好樊律，绝对不让你操心费神。小苏，等等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岛上的事情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，我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我把你弄感冒了。这两天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我先上去了。真是我的再世活菩萨呀！起来起来，哎，谢谢姑娘，就是他，治好了我的心脏病。
他，他又不是大夫，这么厉害的心脏病大夫会到咱们这破院来？跟你们说啊，这几年我的心脏病啊，每天晚上都犯，看了好多医院都看不好。就上周，我在这里住院，就住在刘大哥旁边的床位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刘大哥一句话就把我的病给治好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呀，不要买宝钢股份，买天华新能源。忽悠人吗你这？哎呀，这股票呀，一个星期不到就涨停板。我这几年啊，亏的股票全都翻番了。是不是真的呀？真的。干什么呢你们？开会呢。这里是医院，能这么嚷嚷吗？赶紧回去休息。老叔，谢谢啊，刘大哥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回去啊。好，你好好休息啊。牛啊！哎呀，行啊，你小子，简直一个现实版的中国肖申克啊！不在医院好好待着养病，跑过去给人家炒股赚钱，随便玩玩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哟，啊，憋死我了。在看守所里面呀，不能抽。这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还被小护士看着。你这心脏病啊，全是抽这晚上抽的，不怕死啊？你舍得我死吗？舍不得。这样吧，你呀就闻闻得了，病好了再抽啊。我戒了，你放心吧。你到底想不想回玉田？属于你的机会，就跟这最后一根雪茄一样。不想。行了，跟我走吧。现在就动手会不会太快了？说什么呢？让你赶快换衣服跟我回家。你小子是想在医院待着受这些小护士们的气，还是想跟我回家抽你这古巴雪茄？那还废什么话，你等我收东西去啊。跑啊。行啊你，啊，挺熟啊，来过。哎，你怎么不问谁接待我的呢？啊，我知道。还说你什么都无所谓，我就知道你放不下他。要不然人家一去，怎么就把你请回来了呢？我以前跟你说过吧，杜小苏比你有定力，你肯定会栽在他手里。怎么样？算你看得准。哎，我说雷宇章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？你这美人在侧，江山在握，整天弄得挺忙的呀。你也别让我闲着呀。我到你这儿来可不是度假的啊。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。得病养好了，咱俩从长计议，啊！哎，这两天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我把你弄感冒了。小脸粉扑扑，嫩嫩的。嗯，这海岛到底是个什么好地方呀？你这么弄得我都想去了。也没什么，就是风景特别好。是风景好呢，还是人好呢？谁啊？嗯，